当我故意塑造单身已经是够大学生了。不是你那个，你别贴桌子上，离远点儿。你那个，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你那腿往后收一收，我的拍不好拍。哦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你拍完了吗？啊？拍完了。成功激怒他。再偷偷发个朋友圈公开他。不，咋的了？不想在这待着，我想回去。不，又因为啥呀？我在这块待着多影响你塑造单身人设呀。不是我啥时候我塑造单身人设了？那一会儿你朋友圈哪个妹妹看见发朋友圈才过来找你呀？我多碍事儿啊，在这儿。不是，什么？你说没看我朋友圈？你赶紧打开看看。还是单身人士啊？你看，什么就是何未来女朋友约会呀、啊？谁同意了？那不就因为你没同意，所以叫未来的，对不？那你要不乐意，那现在也行。主要是你给我拍的太丑了，你重新给我拍。这一天还挑。嗯，好看啊、哦！哎，再换个姿势。啊，再换个姿势。嗯、啊，行，再换一个。没拍呀、啊。